GB 八九七符合 GB 更 T 1740-2007、GB 更 T 2423.1-2001等多种国家标准。控制系统采用原装韩国进口的 TEMI 触摸屏可编程控制器。温湿度控制方式为定制或程式运行，可编程120组程序，每组可设定99段次。温度传感器为进口的 PT100， 精度可达 0.01， 采用外围加湿方式控制湿度快速稳定，加湿水采用自动补水。试验箱体内挡材料为高级不锈钢，外壳采用 SUS304 不锈钢板或 A3 钢板表面静电喷涂。制冷系统采用原装法国进口的泰康制冷压缩机。观察窗采用防雾观察窗，并配有照明灯。箱门密封条采用耐高低温的硅橡胶材料，密封性能好。一期包含2个物料架、4个支撑条及5块纱布。